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交映现实与梦元神活动彩糖与响味的幻色送活动剧情记录更新至 10.23。 梦与现实的映射。什么事吗？申论派的博沙多婆罗杰宁是这么念的吗？好像不用念杰啊。梦境相关的研究，辨别梦与现实方面，比他见过所有人的轮回嘛，毕竟那个轮回的过了。来，心理障碍，这不就是像现实中的什么虚拟现实嘛，什么脑机接口啊，是治疗什么抑郁症那种嘛。你看，就是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我操，映射进来了是吧？没问题，整理安排病人的资料。OK， 扭曲异常之处。明白了，善后解。捕获纠错，就找到违和的地方。病人也会在潜意识中对女性的点还有歧视，但看来病的不是很严重，还没准备好。就是那个病人是吧？所以一看就那病人，五天应该5天5个病人，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错误。对，5天。